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山水名园结婚大典。张啊，要不咱别难为他了，好不？张，我要是你啊，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婚庆司仪，这个正规主持人这活你就断了吧啊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阿张啊，你上句和下句总是接错，你这样吧。我们给你出上句，你接下句，咱试试啊！我试试试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伯西手里好好出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一对新人入洞房。我还干我婚礼司仪去吧，我。唐丽啊。你别笑了，你脸上全是褶子。不带你们这么打击人呢，有梦想有错吗？你们先回避一下，我跟阿征好好聊聊。哎呀，妈呀，这眼袋！阿征啊，嗯，条条大路通婚庆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这活谁找的？没人找我啊。报纸，中缝，小户星图。开盘招主持人，打电话了。这地方真3500一平？3500，报纸上写的。报纸呢？报纸。山水名园。行，你赶紧准备好好应聘去。哎，好。哎，等会儿，小娘，是不是要抢我活啊？艳曲。